主料：泡豇豆300克，猪肉末100克，辅料：老干妈、油辣子、盐、色拉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泡了两天的豇豆，豇豆切末，炒锅下油，下猪肉末炒至变色，一个人能接受辣的程度。加入老干妈、油辣椒炒出红油，倒入切好的豇豆翻炒，加一点盐调味。烹饪技巧：如果怕不熟，可少量加一点水焖煮一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